别讲星座，那你不，你不唔相信？唔相信啊？唔相信你讲也是结拜？我无。变色龙。蝙蝠。白鼻星。绿蜥龟。眼镜蛇。台湾黑熊。不是当时有台湾黑熊。哦，无换枪。吞了象的蛇。屁塞有玲珑啊！阮是可爱的女风尘，生做是古锥啊淡薄爽。希望恁平安又快乐，做伙来收看。是哩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人看人恶咯，鬼看鬼报道的鬼报啊！我乃是鬼报因阿姊主播。我讲阿姊啊，你今仔日这个发型，好参像吉普赛顶头个拔一只鸟啊！如此的笨啊吗？看真行。那那我这是面生呢，什么发型都无需要计较咯。哦，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啊，一开始要跟你请教。言者有理，言者有理。一般咱常咧讲这个五行啊，还是都是这个金木水火土。不知你对金有啥物款特殊的解说吗？是哩。话题讲，自古以来，这金跟银就是一款分袂开的物件，亲像有一句成语就伫咧讲金银铁土。有一个所在叫做晶莹岛，就连一个名主持人的名叫做陶晶莹啊。我即马讲的是，是金色的金，不是今天的金哦。欸、你拜托，你卖计较我哩济啊！这个鸡腿跟大腿不是拢共款啊？鸡腿，好了，我问你，再跳过来，木，你有啥物看法？哎，那讲到这里木，乃是一个人的姓。相传古代有一位孝子，为着要解救伊的母亲，而且来到这个地界之中，这段的故事也就是拢人人拢知影这个木莲秀母啊。我讲的迄吼是树木无？树木的木，吼，不是迄个数字，不是树木的木。你木啊？你稍微讲真多。我什么叫树木？甲树木，树木。树木甲树木，哦，是木唔是木？啊，我问你啦。啊，你讲你讲你问。来来来，这个水又果是啥？是哩。下面要讲的这段，值500块，大家要听真清楚。咱那相传在咱黄金夜总会铁赛玉玲珑当中，那写了好，一定会分500。下面这贴是哦，真久才出现一贴。是哩，人讲哦，讲到这个山水，山水，所以呢，讲到这个水跟山本身是哦，两行分袂开的物件。因为有一句诗是安尼念的：愚公移山看山小，大禹治水真水小。人讲吼，对一只这个龟子埋水里面吼，无可能讲到好听的话啦。真的好好啊，卖讲水啊，卖讲水啊，讲火。吼，然后你讲到这个火，那是咱平常时啊常常用到的物件。不但如此，一寡咧谈恋爱的朋友，那是喏一时的无注意，马上会去中到一贴霹雳火。但是我有闲要甲你请教，你做你讲咧。在上古早之前，这个火是啥人来发明的？初得文的好啊。听我说来，咱话题讲古早有一群人，因拢是趁着呢日时啊出外去拍啦，但是到暗时啊，因为个四界乌麻麻、乌密麻，看拢无，真侪这个野兽就趁人无注意，雄雄就啊冲出来，将人三嘴挡两嘴，而且当场踢车落巴啊！哎呀，真哩恐怖啊！好加在我们生活伫古代的时阵啊，你咧惊啥物话古啊？就算讲你生在古代，遐野兽嘛，将你当作家己人。喂，你只个遐精神结拜啦。嗯诶，讲你家己有会袂？来讲生做，那你不，你不唔相信？唔相信啊？唔相信你个野兽结拜？我无。变色龙。蝙蝠。白鼻星。绿蜥龟。眼镜蛇，
台湾黑熊。我是当时有台湾黑熊。哦，无换枪，吞了象的蛇。吃伤饱哦，就因为这个野兽吃人的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，所以这群人都一直是咧苦想这个对策。随地啊，就在每一个红雾高架一个暗时，一道闪电突然间为天顶顺势而来，而且顺势打在一张大樟树之上。不久的时间，这张树啊竟然发出了熊熊大火。什么叫熊熊大火？熊熊大火。哈，并且连带引起了这个森林的火灾。这野兽因为天生惊火，动画都来惊到咧头皮发麻，心中揪紧，而且四界走来走去，躲之夭夭咯。形容了太水了，形容到咱嘴角全破掉了。后来咧，是哩，俗语讲得好，该冷嘛就爱叫做树冷人啊。什么啦？解铃还需系铃人呢、啊。哎呀，那他该领嘛都树领人，是啦，不是安尼讲，那是该领爱先偷领，偷领嘛就偷两间。你讲啥？我别讲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嘿，该领爱是爱树人领，那有用啊？那是人领专门在红盖。喂，本宫有在盖安尼唔好。嘿，他到后边这句加掉。你这不得遐乖嘞！好啦，你们恁讲到倒位？嗯，哦，咱讲哦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就因为这群人呢，非常了解咱野兽惊火的道理，所以东华就兵分四路开始去造车，制造火红花啦！卖个拖刷，直接讲高调的部分啦。是哩，讲到这个高调，咱千万唔通一出片位头看到尾，迄个快速的六八甲准到啾啾啾啾啾啾，到尾高调落来咯。咻咻咻咻咻咻！下下下下下下下！贵宾专席呀！吞落吞落吞落！你看了贵呀？你来听了高调来，那不变这型的人。我他我他是讲啥？咱们唔知我唔知我嘛唔知咧，他个拢静起来。好啦，是哩。话题讲有一天，这群人来到一座这树篮当中，竟然发现四周围出现了一群群的这个火光。此时众人详细一看，原来这群火光正是因为树仔顶拄拄好一群在找找食物的这独木鸟啊！什么是独木鸟？啄木鸟啦！哎呀，我错一下，我一阵在痛疼。是啄木鸟啦！对啊对啊，独木鸟是要找找这小虫啊！是啦，才用取的独木，难道？这就是做火的方法吗？后来这群人就模仿到这个方法，拿着一支这个茶几啊，在那个树枯顶头哪动哪整，无外久，因此就发现了一阵火星就安尼发出来，这款的起火方法，也就是后来一句成语叫做钻木取火。哎呀！